爸爸，你买的啥子好多小？你看你认得到不嘛？啥子嘛？嘿，认得到不嘛？这不是就是过来，这不是就是垫着脚，哎不。我在网给买了个切割机，地下室的木头堆得乱七八糟的，我来锯那个整理一下。我还以为你给我买啥子好东西。你还想要啊？你拿进去嘛，拿进去，送给你了。把这个锯片再上去。啊，妈妈。在玩耍呢，是不是？现在姐姐上去了，这个有点的残，我用砂纸片来给它磨一下的。你看嘛，就是这个这一排，上面房子倒了，取下来的木头，我打算那锯来，那堆在那个沟沟头，然后这地下室里头还有一些木材。以后慢慢的冲，有些是好的木头，有些是旧的。这个一把芝麻，芝麻没味道，别拿去捡的芝麻，还留着卖钱。那这个还有一把这个矿泉水瓶盖，先拿进去。这两捆不晓得是啥子粘，你看嘛，捡来别的有啥子用？好多年了都舍不得丢，有时没得用的，搞不懂。烧得上嘛？所以塞进胖臭的又不敢烧，用也用不到，丢也不丢。那个缸子，那缸子是好活的留着，煤炭包还是难得见到了。可以，这个姐姐还是转得动，我多堆点来这个，把这些呢全部锯了。是不是我落的哦？好，不比点烟，我后边可以摸了不丢。背的。他背点烟摸的话，都是我落出来的。快我看，我都没捡到过，你哪个弄好捡手了的？不要。我看一下都。不要嘛。他拿给我的。哎呀，啥子你的我的嘛？我们两个弄下来，听你的全都是我的。你还说是你的，你怕睡得太早了。你要不听话了，我让我给你妈两把钱用了你。你想得啥子嘛？你那样用啊嘛？你没看那手机高的啊？那个你就弄来拿回来睡猪圈了。每天用端点白盐饭给俺吃，想吃猪肉白薯吃。这个你得让我睡猪圈不？我不要给爸爸睡猪圈。哎，你看我幺儿好乖，好懂事，好孝顺呢。我要爸爸睡狗。嘿，但是刚开始夸你，你还等我睡狗窝。你还说我那个房间像狗窝呀？哎呀，爸爸，你炫耀哈，你睡狗窝还是睡猪圈？我一样都不得选，哎呀，你还挑得很啊！我睡狗窝你就睡不掉，那天不要说我那不是狗窝了哈。好好好，我不是不是，那你把钱先拿我噻。不要，这是我的。你看嘛，你这荷包好浅嘛，包都包不住。拿几颗？我给你保管，弄懂没有？我本来是想给你存的买房子和跑车。我存都一样的哈，乖。爸爸，我问你菜哈。那嘛。不是你这个挨着挂一排有啥子用嘛？要用啊，都没好用的，要用也要方便的。没用的嘛，就甩了噻。哎，板子不要锯啊，红铜的话锯了嘛，那个那个好花蛮多的。这个圆铜铜要多转几圈才锯得透。
原来这个馒头卷，我在那烧子来吃，那个烧不了吃。妈，你给摘去嘛，让过来煮面嘛。嗯，反正好久没吃臊子面了，那不是就爱摘臊子吃。那臊子摘了，那块冰箱头的话，它都可以慢慢的每顿舀点来和饭。哎，这吃一会儿。哎呀，这些菜其实烧了都好可惜，但是又没其他用处的。这桌子你往我抬呀，两个陪回来都得行了。好的。我们缺点臊子，点臊子，那儿。就之前煎的那个豆腐煎的啊。嗯。装个豆腐，确实，确实有了。彤彤就可这个，改天来来看看。我只缺勺子了，六缺了。你缺那么多啊？我是现在可不了切切，还好烤勺子。其实这帮妈妈基本上都是些好货，这不用不上了，没饭的。喝起来。哎，收工。我回去再去摘一下，把豆腐啊、大肠子，我回头去摘去。摘去，好好的摘去。摘完去嘞，二回去煮。把蛋敲敲去。啊，不是你不弄那种豆腐来弄勾芡了？没有豆腐，提起来，那个熬小水下面。哦，啥子都烤过了。嗯，那我开始煮面了。这个家你用马儿去拌嘛，是点油的。两个人的，我说妈不吃面。那不够够了。四个人的够了，不够再煮。腌起来了。你多大点儿？今天真饿了，哎，我就吃这一碗也够了。哎，菜这个很久了，要蒸菜。好吃哟。嗯，吃了早点还有勺子有没有？干完了，行吧。